大雅区公所推广着性别平等，特别来举办活动。这届不是妈妈甲阿妈，是换爸爸甲阿公来陪囡仔来彩绘这个煎饼，而且由爸爸带头来闯关参加游戏，增加着生活知识。真侪爸爸讲，陪我后生做囝孙仔，做来彩绘煎饼，场面是热烈气气。啊，那大多数伫咧厝内，拢是妈妈伫咧做者较济。为了推广性别平等，台下区公所推动家属分工活动。透过煎饼的亲子活动，让孩子天马行空。我看到他们的画作，也有什么飞机哦，也有花花朵朵，非常的美丽。闹彩绘煎饼，和亲子做来做饼，公所嘛结合真侪单位，亲像亲子馆设计性别。轮盘，卫生所用机盘设计门环，和大家来交流。是，其实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啊，所以妈妈其实也相对辛苦的程度也蛮高的啊。顶个是北爱故乡，现场无彩绘北爱文化传承，希望透过好耍关卡，诱发亲子的情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